我是周秀荣，我是来自吉打州，然后我是来这边槟城已经30多年了，我们的习惯是广东顺德，现在我在我的先生做猪肉行。酒店创办人是吴延秋，他已经有大概有70年的历史。拜天公，他们买3层，这样，通常他们拿3层肉来拜，因为他们3层肉比较好切嘛。3层肉或者前腿，这个3层肉，那这个是前腿肉，前腿它比较滑，后腿它比较没有这样油，比较瘦一点的。烧猪呢，因为在农业社会里边呢，猪是代表那个生意繁盛，就是说，假如说他们的生意好的话，我那个是一个兴旺的意义啊，就是说把那个猪烧来拜。那么在农业社会以前都是在养猪嘛，然后他猪更多的时候，他能够因为猪生很多孩子，然后就等于说代表说有很多的那个后裔的意思。阿弟啊，几多？啊，3斤，3kg啊，高哦。那是不是阿拉德林啊？烧整只猪是，好像有大日子，清明啊，5月初5啊，7月半啊，那些有整只烧猪也有。平时我们就是烧沙排。哦，红沙的杂包，关你后边去，过来。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，大家恭贺啊！那安弟给我夹过来几个发财，对呀。每一年拜天公，我们就有订单。我们是过了初4才订单的，初7晚上就烧到初8晚上12点。这样多年里面，最打破记录是150只。槟城人对拜神很重视的，这个初8他们很重要的，他们很有心的，我们槟城人。他们拜天公是他们有意义，每年要拜，他们每年要拜多，不能拜少，可以加多东西，不能拜少。